我不知道我们去哪里啊？是要待什么的吗？嗯，先不，先你先坐，我们聊一下。嗯嗯，我不是在这儿过小孩假假的吗？首先呢，我可以跟你道歉，对吧？因为我脾气今天很爆炸，让你没有面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有些时候多顾及一下别人感受会比较好。这样的，我真的我生气，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话那个态度，就是那个，啊，好，那我错了，对，对不起。你如果真的是啊，那我们赶快把它删了吧。那个本人觉得没有捆绑。我刚刚花了半个小时排我的情绪，我现在好好了，心情好了，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解决问题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介绍你的道歉，你看我说我给我妈介绍了，我就想我告诉你，从你如果用这种态度，从此之后这个节目我就不说话，我就说你说的对，你说的你是最棒的，好吗？这么小的事儿啊？不是，但是不，咱俩如果那我没有这样子说，你是没误会我好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不想吵，我也不想大家都看，我不想把我的那个情绪那么高，因为我也不想担心婆婆嘛什么的。但是她可能她觉得我没有在意她，她觉得我很自私啊，很自我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挺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